拳以其深奥的武学内涵为中华武林中至上的功夫，又以其特殊的快慢相间、刚柔相济、螺旋缠丝的运动形式，独领人类文明健康运动之风骚，为全世界所推崇。现今流传的陈、杨、吴、武、孙各式太极拳皆逆源于陈氏，而陈氏太极拳又以技击见长。当代著名陈氏太极拳大师张志进先生是陈氏太极拳一代宗师陈兆奎的嫡传弟子，他精研陈氏太极拳30余年，在继承古老传统的基础上，尝试将现代武术理论和人体自然科学原理融入太极拳的理论体系，首次提出了烧结理劲、两头卷曲、指导手与打击手、太极正心学说等太极拳新理念，不仅丰富了古老的太极拳理论宝库，使太极拳的技击技气更加空灵活粹、圆润精妙，而且使太极拳的训练方法更加科学化、直观化、事半功倍。除了强身健体的效果之外，还大大缩短了功夫获得的周期。擒拿为陈氏太极拳的重要技法之一，由抓筋、拿脉、反骨三部分组成。因为抓筋、拿脉两部分易于伤人，故不轻易传人。本篇主要介绍演示反骨部分，分为拿指、拿腕、拿肘以及拿肩、颈、腰等部分。陈氏太极拳的擒拿要领是以手领劲，节节贯穿，以腰为轴，周身一夹，巧妙地利用杠杆、螺旋、切线等原理，以达到反骨之目的。在合部推手时，当我的右手和对方的右手形成掌心相对的时候，向自己的右后方画弧提起，大拇指和食指自然松掉，然后左手在他的小背上做一合劲，将他拿住。两人推手时，对方的右手按住我的右大背的时候，我这时候以手领劲，右手向里旋转，通过粘连点的变化，使他的手指手掌变空，同时左手锁上，右手向里拉，他的小背的地方向里合，使他的四指关节被拿。在两人推手当中，对方用拳用掌向我的胸部推来击来的时候，我这时候含胸下沉松胯，将这个手指
藤上，右手插到他的腋下，托起他的肘，胸部向前合，以达到拿他四肢的目的。当对方的掌心面对我手背的时候，我这个时候左手可以锁住他的四肢，然后以稍介领劲向外横，同时画一小弧，身体右转松化，达到拿他的目的。在合步推手时，两人手腕交叉时，他的双手向我按劲，我的双手以手领劲走顺缠，向外分滑动，然后拿他四指向里合上升，达到擒拿他手指关节的目的。当他的左手和我的右手交叉时，右手攥紧他的左手指，左手领住他的右手指，画一小弧线向上运行，以达到擒拿他手指关节的目的。当我的右手与他的右手掌掌心贴掌背交叉的时候，我的右手可以走顺缠向下画弧，再向上升，使他的四指关节被拿。当我走顺缠擒拿对方，对方放松化劲儿拿不住的时候，这时候我以左手在他的小背上向里合劲儿，把他压下去，以达到折其四肢关节的目的。
压住推磨。当两人在打人时，对方的左手放在我右肘外的时候，我用左手将他的手锁住，肘向前下，再向里画弧，顶拿折起四肢关节。在合部催手时，当他的右手与我的右手相同时，我左手向上晃动，拿住他的右手腕，再向里翻，向里卷，再向下画弧，然后向他身体后上顶去，将他拿住。我们在粘连运行当中，当他的右手和我的右手交叉的时候，我的左手将他的右肘向自己的身右后送，送直自己的右肘弯上，然后双手在他的右手腕上抱住，用自己的二头肌向前顶，达到拿他的目的。引蛇出洞，当我的右手领住他的右手的时候，左手向前送，送至自己的右肘弯上，注意右手要向里画弧，扭住他的右手腕，使他的右手腕处受伤。在合部推手时，当我和他的右手交叉的时候，我的右手旋转到他右手的里边，拇指顶住他的中指和无名指中间，双手抱紧，向下画弧，同时侧动右部，使对方被拿摔倒。Thank you.
声。怀中抱怨，当我的左手引动他左手的时候，右手插到他的左乳下，压住他的小背，向自己的身体引进，同时折其腕部，双手抱到一块，顶胸，达到拿住他的目的。心思缠万，当对方按住我右手的时候，我右手翻便逆缠左手给他锁上，同时下压松胯，扣左膝，达到擒拿他的目的。当对方的手推虎口卡住我小背的时候，推我小背时，这时候左手将他锁死，然后折屈我的小背往下切，达到擒拿他的目的。十面埋伏，当我和对方推手的时候，左手卡住他的右手，大拇指压在他的中指和无名指之间，同时右手在他大背上向下踩，以达到他腕关节和肘关节的目的。对方按我右小背的时候，我右手给他锁上，然后画一圈，用肘尖压住他的腕部锁上，向下压，向回拐，以达到他拿他腕部的目的。
眺望月，当两人推手时，对方的右手按着我的左胸部时，我用右手将他的手锁住，然后左手在他肘关节处向外分，这时候推右部，身体向右旋转，将对方拉住。当对方双手向我的小杯推来的时候，我这时候双手分开卷合上，把他手指控制在肘里，然后用双腕子向下切，打到他的后背。这时候我的左手领住他的左手向外走顺缠，右手呢压住他的肘向反方向运动，好像拧毛巾一样，以达到擒拿他腕关节的目的。两人推手时，当对方的双手向我身上按来，这个时候我的右手向右外画弧走顺缠，把他的背赶过来，同时身体下沉卡住对方的小背，左手把对方的右手收回来与自己身右手下，同时展背，达到擒拿他的目的。当用左手将对方的右肘引至我的右肘腕上时，左手和右手实行一个交替，左手向里拉，右手向外伸展，肘底下的劲儿要捧足，以达到擒拿其肘关节的目的。当对方向我身上按键的时候，我以臂挂缠松化，然后自己的小背伸到他的身体里侧展背，以达到拿起肘管理的目的。
横着拜佛是一种顺观的拿法，双手领着他的右背或者左背放到自己的肩上，然后靠身体的折和沉达到拿起目的。二郎担山，当何人催手的时候，前手领，后手压，向下压，当对方抗力向上膨的时候，正好单起，这个地方形成杠杆，以达到拿起肘关节的目的。巷子跨栏，两人在进攻时，当对方给我力的时候，我利用身体的左转，把右手插入对方的腋下，左手向外推，右手向里合，使其肘关节形成一个杠杆，折起肘关节。两人在催手时，我的右手从对方的左背外侧插进去缠到里面，然后勾上把大背拧起，双手抱住，同时侧步向前下画一弧线，达到拿起肩部的目的。当两人推手时，我的左手与他的左手相接的时候，左手向上翻，右手在他的肘上托起，走一弧线，同时左手向里画一小弧向下踩，拿起肘关节。当推手的时候，我的右手从中门插进以后，手向内旋，把对方的颈部缠住，同时
首要腾他下额提起，以达到拿他进步的目的。分道扬镳，在两人推手时，当我的右手和他的右手交叉时，左手接替右手的把位向外翻，手顺缠，同时右手滑到他的脖颈上，用手指勾，用肘顶，向后卷，以达到擒拿他的目的。腰是人身上最大的关节，擒拿的难度比较大，两手插入他的腰间，当双手抱住的时候，双手要向上提，肩要突出，压住他的胸，使他的干区部位呈 S 状。